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时局经济》，我是王瑶。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2020年华为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童梦辰八段对阵申敏俊九段。哎，这个申敏俊九段好像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了啊。这个作为这个李世石的唯一的一个嫡传弟子啊，其实申敏俊同学从这个刚一出道的时候就受到了这种媒体的关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李世石是这个传奇，韩国的传奇人物啊，那么作为他唯一的一个弟子，也算是内弟子了，那么大家都很想知道，哎，这个申敏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才华？那么这些年，这个申敏俊的表现呢，也对得起他这个李世石弟子的身份啊，但似乎就是总是缺少一个这种重量级的冠军头衔。那么他现在就是也是作为外援来参加咱们的这个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啊，希望他也能有好的表现。那么这个童梦辰这位棋手，说实话，可能棋迷朋友们不是特别熟悉啊。作为我来讲，我对他其实也不是很熟悉啊，因为这个童梦辰这名棋手，这个性格比较内向啊，然后平时我们接触的也不多。那么说实话，他的棋的话看的也不多啊，因为他这个棋手比较低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实力非常强啊。此番这个童梦辰碰上了申敏俊啊，必然会有一场龙争虎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盘棋的实战。好，这个是由申敏俊九段执黑先行，白棋高挂。啊，说实话，在这个刚开局的时候，这种高挂现在其实是非常少见了啊，非常少见，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一般下成这个局面就是都不动脑啊，就是啊来一个低挂啊，因为都觉得这个高挂被一拖啊，这个实地上有点受损。那这个投机定势。投的一定是下完之后，这个黑棋这个点三三，这个局面好像两边三三点哪个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啊，跟这个争子有点关系，很奇怪啊。其实这个申敏俊选择的这个点这边这三三，说实话挺奇怪的啊，因为这个三三正好是他争子不利的一个情点的是，如果点这边的话。我们看，因为点三三一般出现争子的话，会跟这个对角有关系。那么我们看这个对角的话，它争子肯定是有利的啊，因为是星位是它的。但是它现在点这个三三，那这个对角现在全是白子啊，争子是不利的。然后小飞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个争子不利，所以他现在这个拖是不太敢了啊，这个米氏飞刀是不敢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米氏飞刀必须是要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这个才能去下啊，才能去做这个选择。那么这盘棋也是比较简单啊，看来他点这个之前就想好了啊，无所谓，争子不利就不利，反正我是要选这个最简单的变化。然后白棋这个小飞。黑棋打了力，啊，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局部脱先之后，黑棋的两种下法之一啊。这个打了力是最简单的，也是大家现在选的最多的啊。之前其实还有断打的啊，这个还有断打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后面逐渐就有点被淘汰了，我感觉是啊，因为这个局部被白棋扳了一跳之后啊。黑的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
手段啊，针对这四颗子。这个地方白棋不用拆这个啊，白棋可以先把这个头跳起来。你如果飞，那白棋就一拖，然后就一夹。一虎啊，这个棋我们看，没有什么用啊。对这个白棋啊，白棋还可以直接虎也可以啊，直接虎问题也是没问题的。啊，黑的同样靠不住啊，这个地方靠白棋先搬一下，然后从这里靠断。所以这个局部，这个白棋脱先，黑的其实拿白棋这几颗子没有任何办法啊。所以这个后面逐渐的这个断打的下法就越来越少了啊。当然，有的场合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断打的。比如说黑的如果在这边子很多的情况下啊，当然这盘棋就是一个小飞脚啊，子谈不上特别多，而且白棋这个脱位定势，说实话从这个远处是有一个接应。那么黑的打了长，可能这个作战就不是特别有利了。那么实战也是选择了这个。打了力。话说这个申敏俊的这个棋风啊，跟他老师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啊，就力量比较大啊，但是这种完全的风格来说呢，那不是太一样啊，但是这个有他的独到的地方。然后这个局部走完，一般来说白的这个飞是很大的啊。但这盘棋并没有走啊，是选择了挂这个，因为不飞，我们一直觉得这个被贴起来是觉得比较难受啊，比较难受。但是这盘棋可能这个童梦纯认为，这边黑的有了小飞脚之后啊，这个贴起来的发展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他觉得这边更宽，他认为黑的这么贴的话，他很欢迎啊，所以他就并没有飞。就是引诱黑棋来贴，他觉得你贴吧啊，这个地方你贴的越多，我越高兴啊。结果这个对手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哎，申敏俊也觉得可能觉得这个贴起来没什么意思啊，直接从这里来啊，棋从下在宽的地方总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当你在布局感觉很迷茫的时候，不知道下哪的时候，哎，我们看一看棋盘哪里宽啊，下在宽的地方，啊，总是不会错啊，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绝对不会是最差的。哇，这接下来这步棋就比较华丽了啊，这个天空中跳一个，像这种选点就是，在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啊，这个不用太在意啊。不要说是啊，我需要这个算清楚之后的变化什么的，这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跳了二、跳三，甚至跳四啊，可能跳四有点过了啊，跳三、跳这个三，啊，这个都问题不大啊。你或者飞一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个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好。然后黑棋是跳完一贴，哇，这个下法还是挺有想法的。这个为什么要跳一下再贴呢？他的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我们来这个揣测一下啊，他如果直接贴，白棋搬，他搬，白棋长，他认为白棋这个形状是比较好的啊，这两个交换他觉得也不见得便宜。这边先有断，那么你看，如果有了这两个交换啊，假设有了这两个交换，那就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棋，这再一长的话，这个感觉就出来了，这白的这形状就非常糟糕了。这可能是他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构思，但是我认为这白的肯定是不会
乖乖的搬了厂啊，白的现在就有可能搬这里啊。这个得失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了啊，因为这一下还是有点损的。啊，实战我们看白棋还是搬。啊，搬这个。啊，然后长。这个长我觉得还是比较必然的啊，这个棋搬完之后绝对是不可能长这个了啊，长这个我们刚才说这被黑的这个形状长一下绝对是受不了的，所以长在这里。反正这个黑的这个跳了贴呀，是不是好，这个我没法去评论啊，但至少他很有想法啊，有自己的这种构思。这下棋这一点很重要啊，必须要有自己一个构思。好，拆二，这边就算是先手得利了啊。那接下来白棋肯定要断了吧，我估计啊。因为白棋这个肯定不能说是这边啊已经被你捞了一票了，这边你贴了扳还要捞一票，那这不可能。那你这边捞了，这边我就要把你全部这个弄回来，好，可以拐打。拐打完长，然后哇，这个黑的这个思路真的是很跳跃啊！从这步棋，我仿佛又看到了这个李世石的这种影子啊。这个时候跑到这里打入一个啊，这是什么意图啊？然后白棋是果断的脱先啊，哇，这个两个人真的是棋逢对手啊。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如果靠住的话，跟这边有什么是有引针的关系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有可能是压的时候跟这个扳是不是黑的，是不是要借这个有引针？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好像关系也不是太大吧。真是走这个，立一下，贴，走，贴这个，好像也关系不大。这个立一个总是先手，然后白棋搬，好像并没有真子的问题，因为这个总是砸死了，这外头没有真子的关系。这个就有点不理解了啊，这个打入好像跟真子也没关系，那就是跟这个作战有点关系。单扳的虎，白的可能要尖冲，那就是说他这里准备有这个借用的话，他是准备什么扳了贴这个啊，可能是。啊，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打入的交换，等白棋尖冲到这儿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扳了一贴，非常合适啊。这个时机，你只能长，我粘上，然后你这里得走棋啊。你现在不走，这一立下去可能要完蛋，这白棋。那这样的话，再直接正过来。这个构思还是比较长远的啊，这个想的比较多了，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交换，走到这里被白棋尖冲，这个拿不住这五颗白子的话，他觉得不自己不是特别好办啊。哎，这个时候打入一个，我们看，这就是职业顶尖高手的这种思维能力啊，这个构思做的这个很宏大啊。直接打入到那里去了啊！这个显然，童梦辰也是这个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所以补了一个啊。但这步棋补好像
这招棋有个小问题啊，这个棋应该飞在这里。这个棋应该飞一个。这个棋，因为现在这种 AI 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就是高效啊，怎么样高效，怎么样不，像这种很厚实的这种跳家啊，其实都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被留下一点，这个对于 AI 认为来说是你这招补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手啊，被别人有这样一个借用，这个棋这种棋一定是飞的，甚至大飞都有可能啊。他认为这个棋你爬，我并不怕，我就长，那我也是跳在这里好。如果被白棋拐到呢，我还是飞在这里好啊。所以他这个一定是飞，他让你这个周围没有太多借用啊。你要想来这种借用，我可能要先贴你一下，啊，先把你走走中。就是像这种棋，就是在 AI 出现之前，我们人肯定是下这里的，觉得这个跳家很厚实啊，但是啊，以后这个点的借用。非常残酷，有可能会。好，尖顶。跳出来。啊，这盘棋这个申敏俊大申同学啊，这个韩国有双申，申真旭和申敏俊啊。这个通常我们就把申真旭称为小申。申敏俊称为大申啊，因为申敏俊年纪好像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啊，当然从目前这种战绩和实力来看，这小申好像是明显是要盖过这个大申，但是大申的实力肯定还是有的。哇，然后跳完之后上靠。这盘棋，这个黑的这个整个布局啊，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啊。从这个夹击跳完一贴到这个打入，是这种黑棋，我觉得是这种构思是比较正确的啊。因为拿着黑棋，一定是要追求这种快速高效的这种走法，不然的话，你这个贴木的负担就会显得格外的沉重。好，然后长这个啊，然后粘上啊，这个下法也是这个思路很独特啊，思路很独特。一般情况，这个棋我们正常可能会觉得往这里尖一个是比较这种普通的这种构思啊想法，因为现在出头嘛，最重要的是。然后，因为这个白棋中间不是这个厚了之后呢，会有自然而然呢会形成一些潜力。那么我们这个往中间走或者跳啊，顺逃跑的过程中，顺带把对方的潜力破掉，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大申同学是要靠在这里啊，他要求更高效啊，他觉得你不敢冲，我从这边搬下去啊，但白棋还是冲。然后他从这边搬，这个真的是很灵活啊，就觉得这个子给你了，我从这边又下来。这个白棋是针锋相对啊，敢搬我就敢断，谁怕谁呀？挖一个，这个是搬。靠之前，我觉得这个变化，黑的一定是在这个靠之前就构思好了啊，挖一个，看你怎么办。你要是吃这个，啊，那么他就粘上，啊，他就粘上，然后他就从这里冲过来啊，应该是，他是要从这里冲过来，这个白的现在挡不住了啊，挡不住了。然后白的正常可能这边得走一个，然后他把成这个，啊，从这里冲过来，这是他的一个构思，就通过七这两颗子，他直接就连上了啊，他不要再去往中间跑了，因为他觉得现在黑的这个实地是足够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牺牲一点实地，
换取自身的这个后。那实战好像白的并没有打这个下面啊，实战白的打上头啊，那打上头这个黑的又是另外一种战法了，从这打一下，然后粘上，白的应该是跳吧，然后不过，然后吃掉，啊，这又是另外一种战法。就是黑的反而又转向实地了啊，这个棋，所以这个下围棋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很奇妙啊。这个之前这个构思不一定能实现得了啊，瞬间瞬息万变。刚才是准备计划着是要这个牺牲实地来走后，但对手的这个下法逼的你就是哎只能走另一条路。等于是现在黑的觉得中央这四个子啊，他不一定要跑啊，他不一定要跑，挡了一个，这里这个挡好像是必须要挡的啊，我们看这个不挡好像被一断，这个直接就要出事情啊，所以挡一个捞一票啊，那么白棋这个肯定要点这个了啊。那这四个子正常来说还跑不跑啊，果然是不跑了。我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也是要看清了，这样的话他就彻底黑棋就彻底实地化了啊。将来我们看这个棋以后，这个地方二路一夹，这个官子很愉快啊。白棋其实目数本身并没有多少啊，而且还有很多味道啊，这个很灵活，黑的这个棋下，好，继续捞实地，捞实地没有局限，碰，啊，像这种碰都是现在都是家常便饭，我觉得是，啊，因为你这种老套的这种拆意已经过时了啊，节奏太慢，碰一个就是要先手啊，就是要抢先手，扳，啊，然后拐，这个申敏俊也是很倔强的一名棋手，发现啊。这个地方白棋就要求搬粘一下，他就是不让别人搬到啊。其实白棋单立跟搬粘说实话也没有差多少啊，我觉得啊，这个拐一下啊，拐一下应该还是便宜一点白棋啊，但是说实话真差不了多少。那白棋就想搬一下啊，哎，这个黑的就觉得这个被你拐一下啊，虽然差不了多少，但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啊，我就要从上面拐啊。那这个白的也是没有办法啊，这种棋拐这个头你是不能退的啊，这个形状退被对手再一扳住你，这个就太惨了，这个以后都不好意思粘了。我们看你就再粘，等于这个地方被人拐了一下啊，这个脸我们丢不起，所以这个形状拐的时候啊只能粘上，那虎一个啊，粘和虎差意思差不多，各有千秋这两步棋啊。粘上的话啊这边好一点，将来黑棋扳住的时候就是这个白棋是个硬头，但是呢缺点是这个地方可能会差一点啊，黑棋这个跳有淡淡的鲜味啊，这个味道不好啊，冲断什么，你虎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哎，黑棋这个跳就肯定是后手了啊。但是缺点的是这个将来黑棋扳住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很软啊，这个地方扳粘不动啊。但是白棋这个他选择虎也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这个黑的既然选择拐了啊，此时绝不会扳回去啊，因为扳回去的话他就不会拐了，他
他如果准备搬回去的话，所以他觉得既然你都不会搬了，我这个虎也无所谓啊。将来一旦被我搬到这个的时候，哎，他觉得这个虎的就没有关系了啊。哇，这个时候黑的去往这尖了一个啊。啊，这不尖也是看得我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啊。这个时候为什么尖这个呢？现在这个白棋不是在威胁这五颗黑子吗？啊，那正常我们这里有跳过这个，那如果你不愿意跳过，你这中间得蹦蹦一个吧？是不是他？我们这个一方面加强自己嘛，一方面也去限制这个。怎么这个时候跑到这里加强这块棋啊？啊，这个有点没看懂，这个感觉被白棋这个。天上来一下还挺难受的啊，因为这个棋一旦要去跳过其实挺惨的，这形状大家看，以后被一扳一顶一扳，哇，这个目数简直是全是单关啊，这一串到这里冲一下这个都没目，有可能啊。结果这两位棋手在这个局部又达成共识了啊！他们俩真是这个惺惺相惜的感觉啊，有一种英雄惺惺相惜啊。他觉得白棋这个黑的觉得这个五个子已经先手处理，你不用动。哎，这个童梦辰可能也这么觉得啊，不用动啊，拐头先把这四颗子拿下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地方黑的。虽是压是先手啊，这个很容易就这个把这几颗子救回来啊。就算不救，他压完飞一飞，这个地方来一锅潜力也是有可能的。哎，所以这个白棋拐一个啊，这步棋倒是大，倒是非常大啊。然后黑的这个骚扰啊，这种棋真的是。很头疼啊，我下棋的时候就最怕对手这种棋骚扰你，很难受。就是他这步棋呢本身也是有一点风险的啊，但是你又不是很好去反击啊，因为这个地方白棋黑的这里有接应，这里还有接应啊，这而且还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致命的这个点啊，这个点有可能就会派上大用场啊，当黑的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白棋是奋力的反击啊，这个觉得你敢弄到这里来啊，我还不把你先后路先给你切断啊，黑的飞，白棋靠下，啊，这个棋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然后黑的再爬过，啊，这个黑棋下的很简单啊，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单纯的联络就好了，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啊。这个靠这边，反正你要便宜就让你便宜一点啊，我这个只要联络就行，要求不高。然后一顶。啊，白的倒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啊，我们看这里。但是感觉这个虎一下也是没有得到什么太便宜啊，很不甘心。以后再被黑棋并一把，黑棋还从这里靠出来。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很想往里头加的啊，我们看一下。加黑的一定会长啊，黑的不能挡，我们注意了这个棋形啊，要不然被一打。这个一并先手啊，这两个子没了，所以黑的一定是长，那白棋再度过，这样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黑的大概夹住，
白棋，白棋可能也，哎，白棋这样肯定确实是要好一点啊。这样我再搬一下，或者直接粘上啊。这样黑的没有这个子，它这靠不到这，它只能长长，我们就双一个。白棋目数还是可以的，我们看以后黑的即使打吃，我们这一路一打，啊，再一小虎，以后一爬粘还行是吧？这目数还是可以的。那黑的这步骚扰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成效啊。啊，当然这个棋黑的有可能会粘吃在这里，这样的话白子可能得马上走啊，这个要不然这一打吃一挤要出事情。那这样白的就要落一个后手，等于，不知道这个白的是不是不愿意啊？这样目数是好了一些，但是落后手啊，所以实战是简单的虎一个，黑的退，白的再搬。啊，这样黑的是能把黑棋分断啊。哇，这个申敏俊，灵活的不得了啊！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就是。这个对手，你这么跟他下棋的话也很头疼啊。他这个思路太灵活了，这个地方弄了半天，就是又是捞了一票实地啊。你看，又捞了一票实地，他并没有说是要把这个子一定要连回去。他觉得这个地方我留下很多鱼尾足够了，将来有很多借用啊。他觉得你这个虽然吃了，但是吃的不干净。我这个这一票实地还是捞的很大了啊，因为刚才这个棋如果被白棋拐下来，我们看黑的其实目数是很少啊，抢先捞一票之后从这里跳过啊，白棋搬啊，这个白棋肯定是想希望下成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啊，但是我认为黑的现在肯定不会走这个，因为这三个子还没有说是要死啊，到要死的地步。啊，果然，啊，这个时候黑棋再走这个，这个这步棋是我刚才就想走了，对不对啊？刚才走这个之前我就想走这个，他是现在才走，而且他做了这两个的交换，就是感觉要走，其实应该是直接走，因为走这个，说实话，白棋这步棋。有可能是有点随意了，下了。此时可能走在中间，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啊。这一招搬了顶，将来应该总是白棋的权利吧？黑的现在也不可能去逆收这个啊，也不可能。这个将来你慢慢搬就好了。这个时候现在中间很重要，因为我们看这个棋，黑的现在实地已经是。啊，多得不得了啊，多得不得了！你再走这种，中间如果一旦不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话，这个时控肯定是成问题了。而且这个点真的是绝好，我认为啊，走到这里就让白棋这个围也不是，不围也不是啊，不围黑的一会儿就一点点破你啊！啊，白的把这个立下来。啊，黑的加，啊，这两个都是大官子啊，应该是黑的已经想好了，这俩一人一个啊，不能被白棋都抢到，因为我们看如果都被白棋抢到的话，这个角上可能会出事情啊，所以这俩一人一个啊，目数应该也差不多大，我们看这个立下来价值也是。不一般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九啊，17目棋的样子。
是漆木漆，还加这个漆啊，跟那个漆还有点关系。哇，这个加也不得了，这个加完一会儿，这个镂吃还先手啊，粘一下，粘那么黑的爬，退一个，然后吃，哇，这个也是大的不得了啊。这个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实验室数十六十，哇，这两个说实话真差不多，所以黑的就是默认你走一个，我走另外一个啊，目数差不多啊，然后白棋尖冲，啊，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你不围控，那黑棋就来了啊，就开始迈着很稳健的小步伐，那一点点蚕食你的这个中央势力，很讨厌。但是这个单纯去围，当时白棋肯定又觉得不肯啊，因为围太小了，这样他觉得围完之后，黑的如果这里来一锅控的话，白的还不便宜。啊，所以当初这步搬，我觉得可能是有点随意，把对手这个想得太简单了啊，觉得对手会联络。这个贴下来，黑的就贴上，非联络啊。现在这个黑棋已经是。三个角在握啊，这个实地上绝对是占优的。那只要这个中央能够处理得好的话，这个棋白棋实控上很难追上白黑棋啊。白棋得想办法碰啊，黑的就是每一步棋都走在这个实地上啊，这个应该是打吃了占要抢的先手。啊，像这种棋也是实战中很实用的一些下法啊。这个面对对手靠了连扳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单粘，但是单粘有个问题就是白棋一定脱线了啊。那白棋这两下撞两下，肯定是便宜了啊。不管从眼位的角度、厚薄的角度来说，都是便宜了，还有目数。所以你为了要抢先手，就把这下打掉啊，因为现在其实这个跳脚也很大啊，我们看。黑的抢到先手，赶紧先把这个角先跳一下。啊，这也好多目。啊，先手。哇，这个棋就有点讨厌了啊！这个也黑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就是让你这个控啊。就是越围越不想围啊，但是不围呢又不甘心啊，这个都控都没了，那我去哪里找控呢？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跳的这一瞬间啊，白的这个地方能不能发力啊？其实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可能性？看一下这个长贴住，黑的这个打得回来吗？这个算黑棋打掉啊，然后打了冲，挡住。啊，这好像出不去啊，我们看。很遗憾啊，这个地方也断不动，黑的这些残子其实全都有用啊。这个棋形就讨厌了啊，正好断不了，所以当初这个申敏俊这个小飞还是就是设计好的啊，这个地方正好你是一个靠不断的形状，就是现在黑的状况是这三子可以死，但是这些子他一个都不肯死啊，全都是保持联络的状态。啊，小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数吧，现在这个目数是个什么状况？虽然一直认为黑的目数占优，但是到底优多少啊？我们来看一下。
将来大飞是白棋的权利啊。这个角上是十十一啊，这个挤可能也是白棋的权利。十一啊不一定，这个可能是黑棋打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一十八十九二十目棋，三十三十四三五三六三十七，三十七黑白的这有硬腿，跳你只能跳到这儿，三八三九四十七四二五二五十二三目棋黑的。白棋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十五六，二十五六对五十二三啊，二十六七目棋，那么就是说这几个残子，白棋得保持在二十目左右才有可能争胜负啊，因为你二十目左右你其实也是不占优的，就是盘面五六目六七目该黑棋下的话，因为你在这个围的过程中啊，黑的有可能会长一点目啊，所以至少要保持在二十目左右啊，那现在看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你现在只能吃到一边，二十目有点困难啊，所以这个棋白的实控确实成一点问题啊，吃那再被白的打黑的打一下，哎呀这个太惨了，这吃的不知道这个时候童梦辰是不是一边下棋有这种心在流血的感觉啊，自己当初一个很宏大的一片阵势怎么就已经弄的是这个目数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啊，啊，这刚说黑的要找目，黑的就来了啊，顶了班，要求在这里搭出一个小房子啊，而且这个顶了班完之后还有后续手段啊，以后这个一冲啊，这个形状难受的不得了啊，只能挡，再被一拐，粘上的话这被打一下，这黑的白的这个目数啊太难受了。啊，所以这个趁你房子没搭好，刚搭起来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搞点事情啊。这个黑的是很稳健啊，只要保持联络就行。他这几招其实一方面是想围一点空，一方面也是继续加厚自己啊。另外一方面，就像刚才说的，他留下这个手段。现在白的这个加非常大，不然被冲了一拐，非常难受。黑的是把那三个子又救回来了。啊，那么白的虎这个黑的肯定是不救了啊，因为贴一下又便宜了。这个但是白的不虎呢，他就觉得被黑的将来一冲他又不太肯，以后直接冲了打到这儿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下棋大家都喜欢这个捞实地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后势啊非常难以掌握啊，就像这盘棋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啊，当初看着这白的中间其实挺大的，我们看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是只剩下十五六目棋了啊，这个挤到了啊，这个刚才那这个挤到还是有点出入的，跟刚才那目数比。啊，抢到这个，啊，抢到这个，我觉得白的可能还能收一收。因为如果这个再被黑棋冲了拐掉的话，这个目数就差距太大了啊！再见。我们看这个申敏俊同学很灵活啊，这个从这里尖了，这上头这三子都是啊，我以为他准备弃了呢，他是把这个连回来啊，尖一下把这连回来。
三子还是要要啊，他觉得。哎，那这个棋，这个棋白的有没有可能先打这个啊？我们看，既然这三个子还有价值，那为什么不先打一个呢？打完之后，黑的这么连的话，我觉得白的是不是要便宜一点啊？因为这个连，其实这个目数，黑的一旦被分段了之后，这个地方目数是很少的。那么白的这个打了长还是有价值啊。实战被虎到这儿，不管怎么说，这地方至少有两目棋吧。然后白棋占，感觉这盘棋这个白棋的这个同盟城啊，有点下棋有点被动了啊，这样感觉处处都是被黑棋牵着鼻子走。我们看每一次这个主动脱先都是黑棋啊，这里贴了搬了跳，断完之后去打入啊，又是先手，这边搞一串之后又搂到这儿，啊又抢先，然后这个地方白棋去碰了搬，黑的拐完之后又到这边。啊，这个黑棋一直是在抢先手，每一次的主动脱先，我们看都是黑棋啊，白棋没有主动脱先过，一直都是在跟随这个黑棋的步伐。然后黑棋这时候又抢先手了，这一点啊，这个是这个形状本来就残留的一个手段，这只好冲下来啊，这不可能提这个，提这个提一个子一目棋，这个被爬过，这再一被一点这。这还没活啊，这肯定不行，肯定是冲下来。那么这个又被黑的长回来了，打了一下，然后一看吃，这个棋，反正这个白的目数真的是少得可怜，我感觉这一片好像也就20来目棋啊，20目多一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全打到15目，白棋全盘也就40目棋啊。那这个棋目数，刚刚我们点黑的是50目强嘛，对不对？盘面10多目啊，很难去这个追上这个目数啊。现在黑的。全盘唯一就是中间有点薄啊，我们看看这个白的有没有办法。说实话，黑的这个点也是捞得很凶啊。其实黑的中间挺薄的，现在，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是基本上是连不上的。然后，而且要连的话，这种很惨啊。所以白的一旦把黑的这块弄得不活的话，哎，这个机会就来了。好，出招了啊，点。我们看看黑的是怎么去抵抗，怎么去防守。好，点完从这里跳一下，就是让黑的形状难受一下啊！如果你走这个，我再冲了一冲回。我们看一下这个都，这两下交换是非常舒服的，本来。黑的虎柱是个绝对的好形，但是有了这两个交换，这个黑的就不可能去侯这个了。啊，实战黑的也没有走，先贴一下。啊，摆个虎柱。啊，黑的直接虎到这里。啊，这个棋形，所以下棋的时候棋形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能随手去拐，这随手一拐，被人家刚才我说的这冲了一冲，这眼全没了。这个棋黑的局部一旦不活，要去靠这个联络的时候，我们看就非常惨啊。刚才就说过，这被先手提俩，再被挤了打，啊，甚至白棋急了搬了冲，你这都不见得连得上啊。所以黑的这块棋一定要保持局部是活棋啊，哪怕只有两个眼，只做出两目棋来，你也得给它做活了啊，也不要去。单关去连，啊，这个白的收官，大飞，这是白棋的权利。啊，这个白的可以一路立。
吃。啊，粘上。啊，没有粘啊，这个没有粘。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棋还是要想一点办法的。这块黑棋，这白的如果还是冲挡上啊，这不行，只能先尖。啊，白棋这个次序不好下，我们看啊，你如果先冲黑的挡，你再尖黑的就粘上了啊，这个地方冲不断。所以说是这个棋下的，就是黑的这些残子全用上了，正好跳加死。这个残子全用上了。那如果你先尖这个，那么黑的一定会粘。哎，这样可以啊。哎，这样可以啊，这样这团吃很厉害。诶，这个棋那就奇怪了，难道我又误算了？嘿嘿，这实战白的是扑到这里去了，这个尖刺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走这个啊，先啊，这个尖刺不行，果然又有误算啊，挤这个。哇，那这个地方，这个黑棋形状真的是很好啊！这个两，这一个眼，这做的很牢固啊，做的很牢固，而且这个地方还有眼。就说现在白棋如果跳进来杀黑棋的话，黑的局部是活棋啊，这个本身团一个就快活了已经。所以这块棋黑的是保持是一个活形。啊，那这白的一点办法没有，所以实战就是开始收官了啊，扑一个，飞，挡上，这个怎么感觉，总感觉这盘棋童梦辰总是慢一拍啊，先扑人家补了一个，他又来搜刮这个黑棋啊。啊，这个黑的把该粘的木全都粘上了，然后贴。贴黑棋就黑棋也不顶了，我们看啊，因为这个地方你顶没有意义，它这将来白的可以冲回来。啊，这个挤是绝对先手，哎，所以老老实实吃住，这样这块黑的就活得比较干净了啊。这里有眼，这里有一个铁眼，这里有半只眼，这里有半只，这里还有半只啊。这个棋就再也不用担心这块棋的死活了，现在就是一个目数的问题了，只要目数够了，这个白棋就没招了啊。我们看这个这盘棋，这个黑的这种先捞后洗的这种下法啊，很成功。扑一下，就是最后让黑棋难受一下啊，黑棋挡住啊，穿啊，怎么自己白棋又补了一个啊？这个棋白的怎么跑去自己补棋去了啊？哼，打吃。
把这个大罐子又给抢一道。扳一个，吃了一个后手啊。这个地方他本来是想搜刮一下黑棋，他本来希望被黑棋挡，然后他再靠这个啊。我们看这个地方是有个官子翘手的，再一打吃，啊，这个黑的很难受的。你粘上也好，提也好，这再被一扑，这全没目。结果没想到黑的是直接脱先啊，直接不走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黑的已经是连上了啊，本身。你就夹不断，你就弄断之后，黑的就贴一个就回来了啊，弄不断黑棋，打吃，哇，这个真敏俊之超级灵活啊，又脱线了。就不停的抢官子啊，这爬完一侯也是大的不得了。啊，顶，黑子再从这里抽，实在是吃不到几目棋啊，这个地方。这个棋，这个童梦辰这盘棋下的也是很郁闷啊，我感觉。就吃半天，吃了六七目棋，啊，然后团，啊，一侯。这也是本局的最后一手啊，我感觉这个时控的差距啊，又比刚才我给大家判断的这个要大了一些啊。因为这个后面这几个官子来看，这盘这个童梦辰有点就是可能是怎么说呢，有点这个心态有点不太对了啊，有点下来有点沮丧啊。最后这个连续手小的这个扳了打吃，我们看花两手棋，三手棋啊。花了三手棋，一共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到10目棋啊。黑的这一手侯就不知道多少目了，这打了挡啊，这全是大官子啊。好，这盘棋这个很精彩啊，这个当然是大申敏俊下的很精彩啊。其实从对抗性的角度来说，不是太强。这个黑棋这个先捞后洗这个战术下运用的非常得当啊，我们看。这个小刀子割肉很难受啊，这个所以再次印证了当今这种流行的这种下法，大家都是实地为王啊，这个下后势真的是非常难掌握。我们看这盘棋就是很好的一个典型，可能当时这个地方下完之后，如果用 AI 看一下胜率的话，可能不会差那么多，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就在于后势这一方非常难以掌握，最后这个后势被弄得大家看啊就没有目啊。黑棋这个一块一块实地很扎实，最终这个黑棋又把自己这个薄棋处理好了啊，最后就是非常比较轻松啊，这盘棋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就是中盘就结束了这个战斗啊。这种棋其实在这种顶尖高手对局中是不常见的啊，很少会有这种没发生战斗就拉开比较大的一个差距。那这盘棋，我们是这个祝贺这个李诗诗的这个弟子申敏俊啊，下得很精彩。同时呢，也希望这个童梦辰不要因为这样一盘失利，就是影响他的状态啊。在接下来的这个联赛当中呢，也希望他能有一个反弹吧啊。但如果总是这么表现的话，就比较难了啊。这个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